大家好，我是 Mike Lin， 欢迎来到 Mike Lin Fitness。 很多朋友认识我呢，可能是通过我的四分钟快速家庭健身视频系列。做过我的健身视频的朋友呢，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在高强度的情况下，即使在很短的时间内也可以有很好的锻炼效果。我的这些视频的背后的原理呢，其实是高强度间歇训练，英文呢也叫 HIIT， stands for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我做这个视频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很多朋友呢其实是想锻炼身体，但是苦于时间不够，没有场地，没有机会去健身房。做这个视频的主要目的呢，是想推崇一种理念，也就是说在高强度的情况下，很短的时间也会有很好的锻炼效果。这个视频发布之后呢，收到了很多朋友有关这个 HIIT 高强度间歇训练的一些问题。今天呢做一个视频来集中的解释一下。今天呢我还非常荣幸的请到一个嘉宾，他就是 China Fitter 的创始人张叔。很多朋友呢网上看健身呢是靠网上看视频，我也看过一些国内的网上的视频，多数呢都是转载的国外的一些视频，真正自己原创的视频很少。我通过认识张叔呢，是通过他的优酷视频频道 China Fitter。他呢在优酷的视频频道已经有300到400个视频左右，累计浏览播放呢已经超过250万次。那现在呢张叔呢正好跟我在线，他在德国，我就请张叔做一下自我介绍。张叔你好。嗨 Mike 你好，谢谢 Mike 的介绍。我呢叫张叔，可能大家有的已经认识我了，然后我是无氧间歇家庭健身的创始人。其实就像刚才 Mike 说的一样，这个无氧间歇跟这个 HIIT 其实是相通的，都是一样的一个原理道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也希望给大家展示更多的这个背景介绍，解答更多的这个经常会问到的这个问题。所以今天也很高兴能收到 Mike 的邀请，能在这里给大家做这个访谈吧，谢谢。好的，张叔你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你是，我知道你不是做体育出身，但是你是怎么进入这个健身领域，怎么想在这个 HIIT 家庭健身这个领域发展自己？其实说来话长，其实我也是有自己的一个可以说是启蒙导师吧，也就是我之前的前男朋友，然后他一直很喜欢体育，其实我自己本身也一直很喜欢体育运动，健身锻炼这些东西，但是一直没有，可能没有一个恰当的时机，有一个启蒙人带你进去。然后呢通过了认识他，他也是非常喜欢运动，所以把我带进了这个运动和健身的这个领域，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健身狂。然后自从我接触了健身以后，我就是迷上了健身，当然也阅读了大量的东西，然后突然就是在网上发现了这么一个 HIIT 的概念，觉得本身很适合自己，而且又进一步在接触的过程当中就觉得更适合于就是在国人，在中国人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健身理念的一个缺乏的情况下，我觉得非常符合国人的一个情况。比如像你刚刚提到的，没有钱没有时间去健身房，可以我想在家健身，可能不用很多的工具就可以用自己自身的重量能完成很多的动作。然后也就是为什么，因为我本身从中受益了，所以我觉得我想把这个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中国人，让他们也受益，这就是为什么我进入了这个领域。本身其实我并不是学习这个体育运动出身的，但是我还是对这个健身的热爱，我也打算把健身当成我毕生的一个事业来追求，所以这就是我怎么进入这个。非常好，那个我跟你一样，我也是半路出家，我35岁才开始做健身。你的网站已经刚刚提到视频已经被浏览250万次，那相当于说你已经影响过250万次国人，非常不容易，一个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好，今天我们呢主要是谈的话题就是有关 HIIT 的一些常见的问题。那我这里呢把我收到的一些问题还有你说的一些问题呢稍微总结了一下，那我们就以访谈的形式来一一谈一谈，好不好？好的，没问题。好的，那我们先开始。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 HIIT， 什么是高强度间歇运动。其实我感觉高强度间歇运动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通常也许6分钟到15分钟，就是10分钟左右吧，这么一个很短的时间，然后把你的心率提高在75%到85%这个阶段，然后通过的方式就是一系列的锻炼的这个运动。然后其实你在这个
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像一个30秒的运动，10秒钟的休息，然后往返10到24这个样子。然后其实在你这个30秒的运动的过程之中，其实你用的，当然是在你尽力的情况下，你用的是你自身的一个无氧系统，所以就是一个无氧间歇这个名称的由来，是在无氧系统的这个使用的情况下，然后通过这个间歇性的一个休息，能达到完成各种各样的一个运动的动作效果，而不至于就是说一直比如说10分钟下来，那样的话，因为一般超过3分钟的同样的频率同样的一个状态的运动，其实就已经算作是有氧了，这就为什么中间有一个之间的休息，这样让身体能够达到一个短时间的恢复。所以这个其中的原理也就是说，在这个短时间之内你达到一个这很高的心率，其实是通过它来帮助你提高你的自身的代谢，这样你在也许你当时运动的时候不感觉怎么样，但是其实你在以后周而往复的一个运动过程中，慢慢你的代谢就会提高，这个时候你在运动之后而不是在运动之中，你的身体的消耗的热量也就在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在你运动之后，你身体内还是在做着有氧运动，还是在时刻燃烧的热量，这就是为什么在它12小时到24小时之内，甚至48小时它都会不断的去燃烧热量，而达到减脂的这么个效果。而且就是目前我看来也是经过我大量的这个市场的调查和看了很多书籍，然后再加上网上的很多信息，然后也了解到目前我感觉对于减脂来说 HIT 是怎么说效果最好，就是因为它用时很短，当然它也是适用于能吃苦能真正把动作做到位能真正尽力的这个同学伙伴们，它才是非常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脂的一个运动。对、okay. ，所以非常好。HIIT 高强度间歇，它区别于普通的有氧运动，比如说长时间低强度的跑步啊，这个最关键的一个差别就是它的强度。强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会给身体带来一些其他长时间有氧所带来不了的变化，也就是代谢水平的提高。不光光在运动的时候消耗大量的能量，而且更加在运动之后提高这个代谢。那为什么要做间歇呢？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高强度呢，就像百米赛跑一样，那个是强度比较高，但是叫你在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去跑完整个400米，那就非常难。也就是说高强度间歇就相当于百米冲刺100米，然后再慢跑个300米，然后再快跑个100米，再跑个300米，这样会比你匀速的绕体育场跑圈圈要来的强度大的很多，对你的身体的来的变化也大了很多。是的。OK， 那有个问题，很多收到的问题就是，很多朋友看了你的视频、我的视频，都会说：“哎，这个 HIIT 只要10分钟、15分钟，真的有用吗？”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因为正因为它是高强度，所以如果你真的坚持能坚持很长很长时间的话，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之前的并没有努力。要不然你就是超人，其实我觉得只有这两种解释方式，所以其实你是完全可以在很努力做，当然是动作做对的情况下，尽力的去做到力竭，去努力的去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几分钟、6分钟、8分钟，就完全可以让自己筋疲力尽，真的是可以达到这种效果的。所以它也就是在短时间内有这么一个效果，高强度，它就能达成它这个整个的一个原理的一个。所以我觉得10分钟、15分钟完全足够。当然，如果你有体力的话，也可以不断增加到18分钟、20分钟这个样子。但一般情况下，我要做的话，就10分钟左右，我觉得已经足够了。关于这么短的时间，10分、15分钟到底有没有用的？其实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自己去试试看。其实不需要任何的条件，只要在家里有一定的一小块空地，不需要任何的设备，只要有大概10分钟、15分钟的时间，自己尝试一套。做张叔的他的视频也好，做我的4分钟视频也好，自己尝试一下这个关于运动方式到底有没有用的，最后还是小马过河，只有试了才知道。OK， 你的经历还有我的经历呢，都是觉得非常有用，而且是快速高效。OK， 你刚才提到有些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多的就是 HIIT 到底是有氧还是无氧这个问题。你能不能谈一谈？首先呢，我觉得有氧还是无氧这个问题不用这么纠结，是吧？当然咱们如果能搞清楚概念当然是更好。无氧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有氧无氧的区别，我觉得就是一般来说，在一个同样的这个状态和同样的速度的情况下，做一种运动模式，如果你能做超过3分钟以上，其实它就算一个有氧了。也听的时间其实很少啊，但是其实很多的运动，都是无氧和有氧的结合，并没有一个这么完全绝对的概念。可能像100米冲刺，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可能是可以说你要真是尽力的话，真的是完全的无氧，因为它就这么10秒或者10几秒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它达到一个很高的速度，然后这就是一个无氧的状态。所以我就说，因为无氧和有氧其实是牵扯到用到你身体内部提供能量的一个系统的不一样。当然你超过3分钟以上，比如说你慢跑40分钟，甚至1个小时，这个都属于无氧，也就是说是不是你的这个ATP 在为你提供这个能量，而是你这个有氧的系统在消耗这个碳水化合物做这个有氧的一个运动，其实是指你身体的系统。当然对你自身来说，其实只要你运动就是好的，你不用使劲纠结到底是无氧还是有氧。对的啊，所以有氧无氧呢，这个都是相对的。当然，这是指的人体的代谢的供能系统在运动的时候，一般在短跑的时候，像百米冲刺的时候是无氧多一点；像跑马拉松那种长跑的时候就是有氧多一点。但是其实无氧和有氧都是同时有进行，只是比例的多少。就像你刚才说的，不要太纠结到底是什么方式功能。其实能量呢是守恒的，你只要通过运动消耗了能量，那么就对你减脂有利。OK，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一个问题，10分钟够吗？到底够不够？那我们不是有一种说法说一定要20分钟才能消耗脂肪吗？好像网上这个概念还是根深蒂固。或者说是40分钟，因为我觉得这个概念，对，它可能是更针对的是这个有氧的运动，比如说像跑步，说是一开始的情况下，就是你身体里。你的肌肉里有很多这个糖原，就是这个葡萄糖糖原分解的一些东西。嗯。只有你在做这个有氧运动超过了或者说20分钟、40分钟以上，它这个糖原才算消耗。然后在接下来时间之内，你再运动消耗的就是你的脂肪，是这么一个理解。其实它是基于在你有氧运动的这个基础上，而对于无氧这个时间其实根本就不适用，因为你用的系统完全就不一样。对吧？所以你是依靠通过这个无氧间歇达到一个提高你的心率、提高这个代谢的这么一个效果，然后在你运动之后达到这个通过这个代谢提高你体内进行这个有氧的运动，就是打引号的有氧的运动，然后提高代谢，然后减脂，其实是跟你这个之前的有氧这个概念是相关的。所以而且这个运动强度的之高也是跟它这个没有什么可比性的。所以不用大家纠结这个20分钟，那是在你低强度的时候进行有氧运动的时候才是适用的一个概念。对，二十分钟或者30分钟才消耗脂肪呢，这是相对的来讲。其实人无时不刻的不在消耗脂肪，像你我现在在交谈的时候，其实功能的比例，我记得没有记错的话，脂肪功能比例好像是超过60%。所以不用太纠结到底在消耗哪个能量。我们没有办法通过哪一个运动说只去消耗脂肪不去消耗糖分。我希望的是更多的人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比如说以前那种慢速的低速的有氧运动，你就把它作为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就是缓慢平稳行驶。那你把高强度间歇运动就相当于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猛踩油门然后再猛踩刹车，我问你哪个耗油更高？耗油更高就是减脂，对不对？所以这里我们要说的就是在高强度间歇的情况下，其实油耗更大一点，不管是在当时耗油还是在你运动完之后的耗油。 OK， 不要太纠结于哪个脂肪的燃烧成分更多，主要是看最后总的耗油量怎么样。 OK， 那说到现在，那么做 HIIT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知道不需要太多的场地，不需要太多的设备，在家里就可以做，那么具体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比如说他们想打开你的视频，打开我的视频开始做，那应该注意些什么？其实我觉得主要来说有3点吧。第一点就是热身，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有些人可能刚接触这个无氧间歇，然后一下子就来强度很大的运动，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觉得哎这个很有意思，我现在一展身手想试一下，觉得很好奇。然后这时候他可能没有充分做这个热身运动，或者身体根本就适应不了，他可能运动之后会有一些
不太舒服的反应，可能有一些或者是甚至是头晕、呕吐或者是反胃的一些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之前的热身很重要。就算是任何一个人，就像我来说或任何人，其实在运动之前都要做一些热身运动，让身体慢慢的进入这个状态，这样才是这样才是科学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会说，哎呀，我怎么做完了不舒服或者怎么样，可能就跟这个热身有关系，就觉得就是十分钟，那好，十分钟就开始做了。其实你之前会有一个热身的，这是一点。嗯。然后第二点，我觉得要注意的是你动作的标准程度，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牵扯到一是有可能你说伤害到自己，如果你做的这个动作不标准的话，是造成自己的伤害。第二个是有可能，第二个就是不是有可能，就是第二个是你的。动作没有练到你该用到的一个部位，你可能用错了一个部位，或者是你没有达到这个预期的这个锻炼的一个效果，所以是这两种。所以说动作的标准其实是非常重要，而不是说一上来我就要求我做了多少个数的这个之多，哦 OK 我做了50个60个，其实你的这个质量是最重要的，你先保证质量才能保证数量。所以第三个一点就要强调的就是，当你质量保证好了，热身也做好了，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尽力，你不尽力，这个高强度就是白搭，就是一个空换，对吧？所以你要尽你自己的最大努力，真的是跟他拼了，然后是做到力竭，然后用你最快的速度来完成这个，这样才是整个的一套，我觉得是就是最重要的，这注意的这三点。非常好，我这里就不多说了，已经讲得很精辟，就是注意拉伸动作的正确性。还有最后要尽力，一共就10分钟、15分钟。好的，那非常。说跟我说啊，我做完了以后好像没事儿，也没出汗，做完了以后还能再做2-3遍，那我只能说，那你可能刚才做的时候动作没有标准，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尽力。真的是要把自己推到一个极限，然后去突破自己的这个能力。当你真的不行了，你自然而然就会趴下，不要自己先放弃。对、okay.。刚开始做的时候，特别是做我的四分钟视频的朋友，一开始会觉得有不适应的反应。那我的建议就是根据你刚才讲，当然前面热身大概也就是5到10分钟最多，不要热个身体弄个20分钟，那有那个时间还不如赶快进入到真正把你燃脂的那高强度间歇里面去。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最后就是没有挑战没有改变 ,no challenge, no change。高强度间歇有氧的本身就是一种挑战性比较强的一种运动，那当然挑战的后果也是给你身体带来改变，有很多运动呢做起来不痛不痒，当然做运动总会比 不做好，但是效果呢没有来的高强度间歇那么好。 OK, 有的时候还是要拥抱一些这个挑战，拥抱一些运动过后的酸痛感啊，只要不是那种真正的受伤只是酸痛感的，还是应该感到开心，应该是那是你训练到位的一个表现。当然还好的，再不好意思，我还是再想提一下，就是就是你刚才说到应该注意什么，然后我想到了一点，就是说你这个做这个无氧间歇运动，应该经常的要换这些动作，而不是说一个动作做到底，做一个月这个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我录了这么多的视频，200-300个视频，每个视频没有重样，就有一些动作会有一些基本的搭配，或者说今天出现了这个动作，可能再过2天再出现，但是都是跟不同的运动在搭配。我没有一个视频是重复一样的，一套一样就是几套一样的动作的，这就是为什么让你身体造成各种一个不适应，相当于是一个非优化的一个消耗你的能量。如果你总是做一套，你身体慢慢适应，你减少的这个热量会一天一天在降低，所以你的效率会一点点的在减少。让你身体造成不适应，你每天都会做不同的运动，运动到不同的肌肉，这样才是效果是最好的。所以看一个视频做可能1次2次3次，哎，差不多了就可以要换另外一个视频。非常好，做我的四分钟系的人可以去换一换 China Fitter 的高强度间歇，然后不断换一下视频挑战一下身体，因为的确是这样，做过一段时间之后，人体是很惊人的机器，适应力很强，做过同样的运动，包括跑步也好，你做什么运动举重也好，同一个动作做久了，人体只会越来越 efficient, 效率越来越高，效率高的那个副作用就是你动用的能量对你的刺激也越来越少，那么给你身体带来的改变也越来越少，这就是对于健身来说一定要不断拥抱改变拥抱挑战的原因。
那好的，那关于 HIIT 怎么安排呢？一般的 HIIT 视频的话，像你的话是大概10分钟、15分钟，我的话是4分钟左右。那我们怎么去安排？具体到每个人，OK，我要做 HIIT 了，那我是一天做几次？什么时候做？每个星期做几次？能不能讲一讲？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一周的话做3到6次都可以，甚至你说7天都做都可以，当然要看你目前的身体的状况和你之前运动的一个经验。然后基于每天来讲的话，我觉得一次最多2次，我觉得真的是足够了。如果你真能是做3次4次，可能就说明你每次没有尽力。所以有时候我也有这么一个标准吧，就是如果你做完了以后，第二天你感觉身体酸痛。休息一天，甚至休息2天，因为一般情况下，你的酸痛在48小时才会达到一个高峰值。比如说第二天你可能觉得有些痛，但是你做完了第三天才是最痛的时候。当你身体酸痛的时候，你可以考虑休息，等到觉得不怎么疼了，你再开始做，这样你身体有一个恢复肌肉修复的那么一个过程，就说明你身体并不适应这样的运动强度。这样当你身体恢复，你才可以再做，然后这样你还能做的还能更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频率还是要看每个人的身体的恢复和身体的状况，然后再加上你这个真的是做到高强度的话，你一定会很累，所以还是就是不是不知道吧。所以而且再加上这个时间点来说，其实我觉得并没有规定的一个时间点，根据每个人的作息时间不一样。有的人说我做完了我马上睡觉，我睡得更香；有的人说我做完了以后特别兴奋，晚上睡不着觉，那你可能就要，可能睡前2个小时不要做这个运动。所以。这个每个人的身体也是因人而异，不一样的。或者说，你说早上我喜欢早上起来空腹做，当然也可以。我关键就是说你自己能感觉到舒服，学会倾听你自己的身体，感觉到你什么时候做是你。当然你要看你的工作学习时间的一个分配，所以会考虑到很多的因素。这个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只要你做了，你当天的运动，你摄入跟你的这个。支出这个能量，这个是每天，然后在一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这么一个平衡，才是能决定你的减脂还是不减脂的，而不是一天。好的，就是说这个时间安排跟自己的运动的基础来看，初学者可能做一天会酸痛2天，那么就休息一两天再做。这个休息的一两天呢，可以注意拉伸，可以帮你恢复。有的时候做完 HIIT，第二天继续一些低强度的运动呢，反而能够 帮助把乳酸带出身体外，促进你的恢复。只要不是很尖锐的疼痛，可以做一些轻微的运动，恢复性的运动。拉伸呢是很好的一个恢复性的运动。比如说，像一般人做过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定基础了，那么 HIIT 一个星期做几次呢？我个人的做法一般是至少得4到5次才能有很好的减脂效果。一般来说，不运动的话，不要超过，最好不要超过3天。如果你歇了已经超过3天了，那么你也许该运动起来了。关于运动时间的安排呢，这个 HIIT 的好处就在于它就是。又短又快，强度高。那其实说，只要你能抽得出来的时间，都是很好的时间，不再为我一定需要1个小时去健身房的时间才能去 运动。你有个20分钟，有个15分钟，都可以来那么一发。当然，关于减脂效果呢，当然是空腹的时候，早上的时候，吃饭前运动比较好一点，因为那个时候动用的脂肪比较快一点。但是也不是一定绝对，你吃过饭之后，如果过个1个半小时以上，你就可以来那么一发。还有一个问题，那像有些人比较计较这个卡路里，那么人们很关心，这样做一发大概能消耗多少卡路里，多少大卡热量？我觉得，如果我现在能告诉你一个数字的话，那就是骗人的。因为首先，消耗多少热量跟你自身的代谢有关系，跟你的努力程度有关系，跟你运动时间有关系，跟你的这个运动的模式，就是你做了什么样的运动都有关系。所以绝对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说出一个具体的数字。如果是任何人能直接告诉你不关心你自己的自身这个情况，不了解你这个人的原因，能告诉你个数字的话，那都是骗人的。所以我觉得，首先的一个概念就是，不用太纠结它能消耗多少热量。也许任何精密的机器都无法准确的计算。你看到，其实看到健身房里的机器、跑步机上面写的那数字，都是也不能说是骗人的吧，只是一个非常粗略的，不能代表任何每个人的一个情况。也许，
而且是最关键的是，每个人的肌肉含量都不一样。你可能是一个很重的人，但是其实它看起来会很瘦，但是你肌肉的多呢，你消耗的热量越多，你一运动你就比其他肌肉少的人消耗的热量多。所以这个数字其实都是骗人的，最关键的是不要纠结于这个数字，而是说我真的今天去运动了，我尽力了，然后我把我今天的功课做好了，这是最关键的。对，非常好。我们刚才说过 HIIT 的好处呢，是不在乎你当时消耗多少能量，更重要的是在对你的代谢的提高，让你在运动之后消耗能量。所以这个无法准确的估算你到底是消耗了多少能量，但是还有一些很多人一定要知道一个到底，比如说我的四分钟系列，他们一定要知道到底大概四分钟能消耗多少能量，这个很难给你一个准确的数值。但是我自己也做过实验，我就是用那个塔巴塔的方法，也就是全力运动20秒休息10秒，这样在自行车上在单车上做过测试，大概是 OK， 不要扣住我的 number， 大概是40到60大卡之间，当然根据你的努力程度肌肉含量会有差别，所以如果你一定要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大概是在40到60大卡之间，但是不要忘了 HIIT 的最主要的作用是在提高运动之后的代谢。运动之后，你从你12小时、24小时，甚至到48小时，你整个的代谢都会大幅度提高。这时候，也许你歇过一两天，你再做运动，你这个代谢在不断的就是在上升，是在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所以这就是它这个运动的好处。而且，其实无氧间歇运动它还有这个辅助增肌的这个功能，就不因为你会锻炼到你的肌肉，而且有很多你用到的一个力竭这个动作重复了几次。所以它有辅助增肌，但是主要还是以减脂为主。你要真想大幅度增肌的话，必须要负重，这样不断的去这个重量，再加强度加在你的身上才可以。只有自身的重量的话，肯定它是慢慢的就会达到一个极限，就是肯定突破这个极限，你自身重量可能是不够的。所以它的增肌只是到一定的程度、一定的阶段是可以的。嗯，好的，非常好。那就是说，再重复一下，高强度间歇运动呢，主要是以减脂为主。如果对以前对特别对力量训练没有怎么做过的朋友呢，可能会有一点的增肌塑形的作用啊，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对很多姑娘，她不想长肌肉，那么就放心的去做高强度间歇运动。OK， 那好了，谈到这么多呢，我想大概是已经 cover 了很多有关 HIIT 的问题。那接下来我想换一个话题，因为谈健身谈减脂三分练七分吃嘛，很多时候关于吃的这个方面很多被忽视，因为网上好多的健身的东西都是讲怎么运动，吃的讲的很少那我就想问你张叔，你是怎么 control 你的 diet， 就是控制你的饮食来配合这个运动，达到保持身材的目的。其实是这样的，我最近的这个半年一直在，也是读了很多的书，然后看了很多的资料，其实是在研究关于这个 raw vegan food， 然后中文我觉得翻译起来可以算是说这个原始的这个素食，原始素食。所谓的什么是原始素食呢？也就是其实是我真的是认为最健康的，当然是我自己认为了，是一个最健康的这个一个不能说是 diet， 一个饮食习惯吧。其实我觉得说实上这个饮食习惯是对每个人来说，就是你真的相信什么，你觉得什么对你来说最管用，其实就是最好的。我认为这个素食和这个吃这个原始的这个食物，就是不经任何加工，而且它加工而且它的所有的处理准备过程都不超过46摄氏度，这么一个饮食的概念，对我来说是感觉我吃起来也是感觉真的轻松高兴快乐，觉得对自我的健康也非常好，也就觉得这个饮食是最适合我的。所以我现在当然我没有说并不是说100%在完全按照这个实行，但是我觉得我在向这方面努力，目前也大概做到了60%-70%的一个样子。而且我就感觉我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开心，也是给我更多的自信，让我感觉有更多的能量。因为其实它这是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理念在里面，比如说你高温加热过的食品，它里面的这个酶和这个很多的这个营养就是被打破了这个营养链，所以在你没有经过加工的话，它这营养保存的是最好，尤其是这个酶，就是在你高温加工之后，这个酶就死掉了。其实这个酶就是你身体
产生这些能量，还有这些很多营养元素的这个最关键的东西。所以所以我就是在尝试的就是吃更多的这个原始未加工的这个素食，就是素食就是强调就是还是肉越来越少吃，然后再加上很多新鲜的一些水果蔬菜，当然蔬菜呢是其实是最好的绿色的东西，你怎么吃它这个热量都不会过，水果呢要适量，然后大概就是有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再加上最近呢我也是甜食，比如说像巧克力、冰激凌、蛋糕，之前我当然有涉毒，但现在已经是戒了，也是怎么说呢，酝酿了很久，但是戒真是突然一下就戒了，也并没觉得感觉有什么不舒服，觉得反而倒很开心，生活很多少了很多选择的时候，你反而倒活得更开心，因为这就是你不是你烦恼的一个东西，你就不用去考虑，不用去考虑这些东西，就是你的选项而已。所以这就是我目前的一个饮食习惯吧。非常好，你的这个比较深的原始的食物饮食方法呢，就是当然是非常健康，对于在国外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实现，对于国内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因为现实的原因很难做到的话但是我想你这里，我倒不是说要重复你这种生活方式，但是我想更多的是学习一下你这个境界，也就是说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的体型，为了你满足的心理的满足感而吃，而不是再去听从胃满足腐欲满足口欲而去吃，因为很多时候包括饭店里的食物外面的食物，他们做那些食物的时候考虑的不是你的健康，不是你的，就是减脂，只是为了满足你让你觉得好吃回来再吃，是为了经济利益，所以要保持自己的身材要健康的话，还是必须自己关注一些吃的东西。关于饮食的一些原理呢，我其实做过一个视频，用一些食物演示过叫做改变体型健康饮食原理，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一看所以好的，那今天我想到的这些问题就是这么多。张叔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其他的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多就是女性朋友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经期到底要不要运动这个问题，有太多人问过我了，我也想在这里再解释说明一下吧。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点还是因人而异，就是我不能说 OK 你前几天不要运动，或者一直都不要运动，或者你一定要运动，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每人身体状况不一样，有可能会有一些身体的不舒服。我个人来讲也可以透露一下，我一般都是在比如说前四五天都是没有任何运动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因人而异吧，当然我也是可能损失了这个像刚才麦克所说的，可能三天你不要去断这个运动，否则你可能你的身体的刚提高上来身体的这个素质，然后又可能会有点下降。但是我觉得来说，可能对我来说，这个是我的自己一个个人习惯，所以最关键的还是看你轻松你的自己的身体，觉得什么样是最适合你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Okay, 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我刚才说的三天不运动，那是指男性而言，或者是女性的非生理期而言。Okay, 所以关于生理期的问题，不要听我的，还是听你女生的比较好。OK, 最后一个问题，怎样？粉丝们怎么找到你？这个很简单，我觉得大家可以搜索“无氧间歇”这个四个字，或者直接搜索China Fitter, 就是 China Fitter FITTER。我有自己的个人主页，或者也可以在微博上搜索 China Fitter, 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是优酷上搜索 China Fitter 无氧间歇，都可以找到我的视频，还是很方便找到我的。也可以，当然也可以给我写信，问我一些问题，我就会尽量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回答大家的。好的，今天的访谈呢就做到这里。今天我们主要谈了一些 HIIT 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这样的访谈的形式能够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如果大家有问题呢，不要可以去骚扰张叔，也可以 email 给我，或者是与我联系。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别忘了点赞一下，并且转发给你的喜欢健身的朋友。OK, 今天呢就谈到这里。张叔，我知道你那已经是德国时间比较晚，那就给你晚安，再见了。谢谢 Mike, 谢谢。